囉。Hello， 大家晚安，晚安十六，晚安鸡尾包。晚安鸡尾包，晚安鸡尾包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新年快乐。晚安，一二三，晚安，贝尔西仙柠檬行动中，晚安，确实午安呢，午安，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今天是大年初三，耶，对，大年初三，晚安，大家晚上好，晚安，阿正，阿正午安，大家午安，哦，真的是哈。因为晚安太久了，所以就有晚安症候群，所以现在改成午安，没有午安症候群。午安啊，午安啊，这天是午安。谢谢 QK 分享的直播间，午安 QK， 晚安爱折纸的阿哲 ，Hello， 别打我的头，来捧场了，午安，新年快乐，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十六送的金条，金条，晚安卡丘，卡丘晚安，哦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午安，午安，对。晚安，吴亦凯，吴亦凯晚安，刚睡醒啊？没有，我刚有距离睡醒已经很久了吧？我十点多就爬起来，没有十一点，比之前啊，比前几天都还要早，真的是太想睡，太早起了。晚安，你刚睡醒？没有啦，没人会睡那么久吧？今天没有睡很久，最近严重失眠，失眠哦，失眠。午安吧，对对对，午安，现在是午安啊、哦，午安，太午安了吧，嘿，晚安，暗红，暗红，晚安。我早上爬起来看零一，然后回头睡了两点。哦，早上零一太早起床了吧？他都几点起床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放假日我都不会这么早起床。我现在最猛，可以睡到两点。都睡到十点还在失眠啊？对啊，因为晚上都睡不太早，所以早上就是不知道几点才会这样，就是半睡半醒啊，也没有算真的睡熟睡，就是没有熟睡，所以特别累。对，晚安柔君，晚安晚安晚安柔君，午安柔君，午安柔君。兄妹早八直播应该是不可能啊、哦！告诉你，谁要早上八点？我告诉我们林毅，谁要早上八点？早上八点太早了呀，天都还没有亮。现在金尾巴送了金条，晚安嘉宏，嘉宏晚安，嘉宏午安，下午安，现在是午安，吃饱了吗？有，今天早上吃了什么？菜头粿，是菜头粿，这是真的菜头的粿。然后早上就吃了鸡，就是那种什么鸡，那个什么鸡啊，丸子鸡、鱼丸鸡、鱼丸羹吧，对。然后吃了菜头的那种粿，这样啾啾啾啾啾，那种古老的菜头粿，点下你。现在 QK 什么枫叶熊包熊妹红包里的开心吗？我告诉你哦，我现在目前只收到一包红包而已，所以过来一包红包就很开心了。你有没有进账？我的口袋有进账，我还没有去领剩下的红包。晚安黄鱼，黄鱼晚安，晚安黄鱼晚安。跟我
果我说晚安你还好，要告诉你口头禅了，老了习惯了，叫做习惯成自然。对，谢谢黄鱼分享了直播间，晚安红，午安晚红，晚安嘉阳，嘉阳午安，真午安啊，午安，才一包很大包吧，一包折十包，没有这么夸张啊，那一包折十包的，就是一包就是一份小钱钱而已，还有其他包，呵呵，好兴奋哦，十七岁啊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连提他记忆性都不好，最近哈。严重记忆性不足，就是以前常吃的一家店，可是后来我昨天就忘记了它叫什么名字。然后我昨天想吃章鱼烧，我也忘记那间店叫什么。反正我最近一周心失忆了，哦，失忆了，困熊吧，所以失忆了。最近那、失忆严重。对，我昨天就是想吃章鱼烧，然后我跑去了那个什么，有一间叫什么日闯章鱼烧吧。可是他没有开，我、超想吃，我最近超想吃章鱼烧。你们不喜欢吃章鱼烧，因为章鱼烧很美味。还有我上次去拍片那一家店，那家我没找过，他也没有开哦。所以章鱼烧店都没有人家开，真是太伤心了。失忆嘞，嘿呀、失忆呀、很恐怖哦，失忆。晚安，仙人掌，仙人掌晚安，熊妹午安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彩虹花，大家大年初三哦，初三哦，很快就没有过年哦，晚安，小星星来捧场了，章鱼烧我好久没吃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想吃章鱼烧？我告诉你，我也特别想吃，所以我今年还是要去买一下章鱼烧，章鱼烧。新年快乐，坤坤！新年快乐，坤坤！大家新年快乐，整啥？思怡，你加入思雅的姐姐会，我可以加入他的团队，耶、真的，最近睡太，所以什么东西都忘记了，睡太多，把脑袋都睡坏。没有，刚刚我脑袋是聪明，因为我最近哈正在动一下头脑，所以我最近正在。今天哎、没有，是前天，昨天，对，昨天我买了一个魔术方块，就是我正在训练魔术方块。我告诉你，我训练了很久，连一个十字都弄不出来。所以啊、今天刚好弄出来一个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在弄魔术方块，那个脑袋都烧掉哦，瞬间秒杀。所以啊、我正在训练，等我会的话再展现给大家看。不过应该很久吧。小美呀也可爱，本来就很可爱。我回屏东再去吃章鱼烧。好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也要吃章鱼烧。我今天就要去看有没有章鱼烧。章鱼烧不知道他开了没，真是太伤心了。你还有寒假、你寒假作业开始写？哪有人在写寒假作业的、我告诉你哦，我们没有寒假作业这种东西，又不是国小国中生。才有寒假作业好不好？哎，新年快乐，晚安，晚安，季风亮，季风亮，晚安。谢谢鸡尾包分享的直播间魔术方块，对我正在玩，真的，你正在玩呢，太棒了吧！我也想玩，可是我都不会玩，玩到我都不想玩。也有一个要投皮蛋特技的，可是我应该是不会投的，因为我现在连一个十次都抽不出来。真的是太可怜了我，谢谢变成星星联盟说金条教你就教也可以，我要他自己有一个人教我，然后再煮出来。可是现在我自己要都煮不出来，哼！现在鸡尾包送我真情告白，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太无聊了，无聊到连个手机都不好玩了。我告诉你，最近手机真的没什么事可以玩，连电脑都不好玩，所以我只能找一个无聊的东西，找一个有趣的东西来玩，顺便动一下我的头脑。熊妹出门记得要戴口罩，勤洗手。OK， 没问题。你们大家也要多多戴口罩，勤洗手，跟我一样，洗洗手，洗洗手，洗洗手。哦，看熊妹铺设这张红布，以为你要写毛笔，哈哈，没有要写毛笔。这是我们家的餐点，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东西，就是今天的主题。我告诉你，这以为不会写吗？没有，这里没有写过毛笔，只是有点丑而已。嘿嘿，哎呀，
就差文房四宝，我是第四宝，第四宝就是我。谢谢嘉阳送金条，开头比较难，后面简单一点。对吧？我告诉你，一开头我就不会，我告诉你哪有开头在做那么难的，真是有气死我了。兄弟是不是比你会装？我告诉你哈，兄弟啊，跟我一样一弱，我们两个是小弱鸡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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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晚安，伟哲，伟哲晚安，伟哲晚安。嗯，我真是太聪明。小妹晚安，小妹越来越可爱，告诉你哦，我告诉你，哎、啊，他就是会换你，但是还给我告诉你，嘿嘿，我果然聪明，我是个聪明的小孩，聪明的小孩。晚安金佑，现在金佑送的金条，谢谢金佑，晚安金佑，晚安啊！你看他迫不及待，好，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正题。噔噔噔噔噔了，没有，今天进入正题之前，先吃几条狗饼干好了。狗骨头，因为我想吃狗骨头，所以我就先吃几块狗骨头，吃三根狗骨头，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正题吧。嗯，太好吃，叫做饥饿必备，饥饿必备。以后登山的时候就要吃这个，哇、哦，还蛮好吃。最后一根，等我。喂，我只按了巨叶片都得吃，因为我刚好就点进去看一下，就刚好看到啦，就是今天运气特别好，谢谢。我觉得再两天兄弟就赢你了，不会，我会很努力来玩，我告诉你，我24小时都来玩这个东西。对，正题到底是怎么样？好，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进入正题吧，耶、yeah ！好，开始，正题是这个。我们今天要制作这个东西，这叫什么？接着就是大年初三，因为大家都已经吃了什么金针海味嘛，是不是都太咸太油腻，所以就必须必备一些甜点，就是这个夏日祭典甜点，就是祭典会用的甜点，这个叫什么？它叫做紫玉果汁，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在宝雅啊还是什么地方都有卖。之前我就想过要做直播这个东西就可以拿出来，然后就买一盒，今天刚去买的，早上啊，多勤劳啊我。你动了那条根的兴趣，按我的资料，对，按了你的资料，然后就看到哦，一切慕名而来，甜点吗？对，它是甜点，它是一个甜点，糖果甜点，对，嘿嘿。结果要玩这个，对呀、啊，什么叫你是不是很失望？告诉你不用失望，因为这个很有趣，不需要失望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哦。我还以为你早就买好了，然后过期，没有，就我今天早上买的。你知道我11点爬起来，顺便去买个饮料，然后就再去保养，就买了这一盒，对不对？啊、你怎么可能早就买好？真的是想太多了。晚安塔瓦哥，午安塔瓦哥，谢谢 CK 文 K 什么幸运视野草，对吧？这个有好多种类，对呀、啊，这个超多种类的，很多种类，还有卖拉面啊，然后章鱼烧啊、便当啊这种东西的。嘿嘿嘿嘿。我以为人才会进步，原来熊也会进步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我是人，好吧，我是人的分身，叫熊。等我一下。我回来了。哎啊，好累啊。一进来听到大家吓我一跳，小妹文晚安，用户名不是空白，欢迎来到红石口袋，我是小妹。
哎呀，不要偷安啾的梗。对，我今天就去看了安啾频道，做了这个，我看他制作方式，所以我学会了。对，因为他后面是学日文。我以为是化身做人的行，没有好不好？你在化身做人的行，你吓死大家。因为他后面写日文，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的频道，因为他都有做那种东西。好像每种款式都有，红丝口袋安啾，对，所以呢，他刚好有买这个，所以我就看了他频道，就知道怎么做了。我果然聪明，叫做学而时习之啊，懂得利用前人做的东西来套用在自己身上，果然聪明。这么快就开始偷别人，开玩笑，我没有偷别人梗。我告诉他，这个影片是两年前拍的，所以哈，我现在是今年才拍，今年才用，我比较跟不上流行啊。嗨，旅馆，旅馆晚安，按赞熊妹，订阅熊妹，没有是追踪我的 IG， 留言我的 IG， 谢谢大家，还有追踪我的直播，还有分享我的直播，谢谢。哼哼，收服一只熊妹，对。收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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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付版权？我刚刚是不是我们要偷他的梗？我不用付版权吧？真的是啊，好啦，哎、欸，是你吸的哎、欸，哇，恩爱主任，你的牙齿痛对不对？有没有去看医生啊？我想看啊，你说菲律宾有医生？没关系，你现在牙齿有没有痛痛？打一代牙啊，冰敷啦，冰敷牙齿就会好了。对，听我的，果然是对。被你讲的好像偷老梗就比较多，我们要偷老梗啊！它是两年前拍的，我现在今年才用，而且外面都有。我只是去看一下这要怎么做，因为它后面写日文，你们看过？我还自己一个一个去查呢。哦，哎，这很多人都有拍，好不好？不是。晚安，月与苍神，与苍神晚安。追踪的熊妹 IG 不过是另一个 IG， 那你两个 IG 都要追踪我啊，对不对？是有没有那么想呵呵？是没有那么想呵呵，是没有这么想我啊！我告诉你，上次没有来，真是太可惜可恶，太可惜可恶。晚安，西兰，西兰晚安，感觉会做出母汤的东西。没有，我已经先看过，还要做笔记。这个字很漂亮，我知道。用铅笔写的字果然是最美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哈，因为它的上面都是一开始我都看不懂，我只有看得懂几个，这是它的步骤顺序，就是第一个要先加这个，然后这是它有一些看图说故事啊，大家都会耶，所以就不需要看这个文字，虽然我也看不懂。它是叫什么？创意 DIY 祭典小吃小达人，反正它就是个甜点，懂吗？甜点，对吧？另一个不会追踪是巴西的。吉米平常看那个啊、哦，真的是漂亮，但不好吃哎。对，它是做起来漂亮，因为它是糖果，会不会爆甜的那种？就是你吃了嘛，它真肥。看图说恐怖的故事呢，没有是看图说可爱的故事，看图说可爱的故事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，因为它这个系列有很多，然后我就买了这个夏日祭典，因为它是甜点。哦，我这个包装很精美，嘟嘟嘟嘟嘟，哦，哎呦，还有菜刀，这个很可爱吧？哦，还有那种小番薯，这是玉米人啊，玉米人有没有看过？然后就是冰啊、哦，那种夏日祭典都会放冰的那一种。哦，这个樱桃小丸子这一集我有看过，他去那个夏日祭典穿和服，要放烟火，要吃这种冰。这个樱桃小丸子我有看过这种画面。晚安，玄阳，玄阳晚安，午安，玄阳，晚安，小魏晚午安，下午好，我一点都不想看见甜的食物，蛀牙，没刷牙，就是叫你多多刷牙，勤刷牙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都要刷牙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偷的话，就冰敷吧，冰敷可以让牙齿凉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么快晚安？对，因为现在已经三点，所以要晚安，要进入睡眠了。晚安，黑哥，黑哥晚安，黑哥午安啊、哦！还是希望你看一下书。OK， 我会看的，相信我已经看完影片，所以不会，我来看两遍 ，OK 吧？再乱掰，没有啦，好啦。哦，
你知道它就是折就是折薯条，就是盒薯条那个盒子这个的那个包装袋在这里，然后就是等它做完可以摆饰的，反正它这个是很多功能的袋子，然后这是那个就是那个砧板，砧板长这样，到底要不要开？开啦吼，急什么啦吼，这样急吼。这样做事不能成功，就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，做事才会成功，就是我做完的法则，谢谢大家，你就是成功的代表这一位。今天开多久？今天开一个半小时，所以要开很久，所以我就要拖一下时间，一个半小时很久。谢谢黑哥送的玫瑰，真的是哦，我爱你天天，李天天晚午安，谢黑哥分享直播间，小妹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奈主任，好啦，又有一个人一直催我，那我就逼不得已就先开了吧，真的是哈、哦，今天一个半小时，哎，人家已经成功，你还在开包装，对我就是喜欢开包装，要小心翼翼的撕，因为讲撕毁了哦，怎么了？说错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不说啊。不要这样吓唬人，好吧？就这样开。好了呀，你看我都已经开包装，真的是哦。脱台前内没有啦，待会会来看你出门先。OK， 路上小心，拜拜。啊，可是我等一下看一语呢，不行，你要看小妹啦。哦，这样不贪哦。哎呦，哎呦。你先告诉我，哎、欸，要走到谁啊？要走几个楼层？你会了没？哦，这个会啦，这个我会。现在不准偷看零点零，分享直播间，急事缓办。真的，你现在有急事吗？桃花哥，可以能跟我说拜拜了吗？现在不准偷看零点零，说玫瑰，你的剪法太粗糙，没有，我很优秀，这是里面的。里面等一下会用的材料，等一下一一介绍给大家。你看，这是里面会用的材料，这是里面会用的材料，这是里面用的牙签，牙签很可爱吧？这是里面的汤匙，可以吃布丁用的哦。这是里面的盒子，这是等一下会用的模具哦。OK。就是因为它这个包装是可以剪的，它就是等会有用途，然后它上面有虚线，那我们现在就剪给大家看吧。优秀在哪？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优秀的，所以不管我剪怎样都是超优秀的。因为它有个虚线，所以就对着虚线剪。这个有用途哦，对啊，你看它很环保，对不对？利用包装来当作用途。因为这是等一下摆盘会用的袋子，就是你做好了可以放在这个袋子上面，袋子上面，然后照着你看，等一下就会做出这个棒，就是香蕉巧克力棒 and 薯条，不对，薯条在哪里？对，薯条，然后玉米这个，所以就放在上面，是不是很有用途啊？哈哈，我看了牙齿好痛，不用。你看的，没有叫你看的，也没有叫你吃啊。对吧？要不要绑个头发？不然沾到麻烦。不要，因为我不会沾到，因为我是个优秀的小孩，所以做事都很谨慎，对吧？细心，对，细心。怎么办？我觉得熊妹会搞差，我这样对熊妹没有信心，真不应该。你现在知道哈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搞砸吧？真是哈，我都已经看过他的两次影片，没问题。我要做笔记，很认真，都是刚刚才用。我刚才在做。就是现在在剪的东西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个人就是等一下这个薯条盒，这个薯条外包装，等一下再剪哈，不管，就是等一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这叫砧板，然后切那个薯条，对，就要用砧板，是不是很多功能呢、啊？那我们现在剪薯条袋好了，包装袋，好，剪起来，我剪起来。什么东西？自己说自己信心，当然啦、啊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这样才是踏出成功的一步。
兄妹就是棒。对啊，好坏，好坏，嘿嘿，你的担心是必要，不需要，这不要碰到火。我刚刚我最近以为自己煮泡面，超厉害的。好像真的是一个一道完整的料理。对啊，这是给小朋友在做，所以非常符合我。嗯，谢了经由不朽的直播间，相信我一定可以。只要每个人对我有信心，就可以做出一道料理。嗯，哇，自己煮泡面？对啊，我刚才泡面不是那种碗的泡面，而是包装的那种泡面，我还自己加料呢，还加菜打蛋呢。哦，发现我最近的那个主食一流，果然无人相比。真的厉害死了，对啊，太厉害了，哈哈！你最近才会煮泡面是吧？没有，因为最近哈、哦、过年了，熊妹都喜欢在家里，我这，所以我都从我们家拜年的年货，所以我就从里面偷几个包泡面，有几啊？怎么那么小 ？Can 呐、啊？就这样，就是一个扇子的概念，就是薯条包装，然后他就哦，这边有个。粘的地方吗？还有个写文字，就这样拿胶带，这样。现在，哦，这个爆米花袋，懂吗？大家懂吗？这要做事要非常的小心，要敲手手，就是我。嗯，啊，这胶带都弄不好。啊啊啊！敲得太长，啊，没关系，好吧，就这样吧。美观，只要东西好吃就好，不需要美观，这是我做的方法。OK 啦，就这样吧，不管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完美包装袋，啊，好可爱，哎、OK 的。厉害死了，我有信心你会搞砸，不会搞砸，哼，不错，比冲热水高一级。对啊，好几家菜吼，还煮火锅料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好小，对啊，超小的，很 Q 咩 ，mini， 它叫 mini。晚安阿贵仔，午安阿贵仔，小妹跟我讲讲台湾的事情好吗？台湾什么事情？台湾最近有什么事？我不知道台湾最近有什么事，因为我现在吼。我活在高雄啊！台湾现在是晴天，台湾现在是一个宝岛。对，台湾现在大家都戴口罩。对，不知道菲律宾有没有戴口罩？因为现在台湾都戴口罩。那你吃完自己煮的泡面肚子痛的东西、哦、我告诉你完全都没有痛，而且很好吃，连我爸都赞赏我的手艺了，呵呵，嗯 ，OK 啊，可爱吧？你没戴口罩啊？有，因为我现在在自己的屋子，也不需要戴口罩，没有毒，谢谢大家。是出门在外会戴口罩，就是现在台湾发生的事情，我对台湾现在只知道这个，是个宝岛。好，然后我们第一步骤呢，就先拆。哦，要剪盒子，盒子怎么剪？拿剪刀剪，它就是一个盒子啊，这一格一格这样拆拆拆拆拆，然后我们就剪起来了，这样剪吗？这样，这是一个很，因为它是塑胶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剪塑胶，我可以用拆的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我突然有灵感了。就这样啊、哦！我知道了，我找到对头了，所以要这样，哦、这样哦哦然后还要对折这个盒子，要对折这样，嗯，有没有给兄弟吃？有，我都要煮蛋给他吃，还要煮一些泡面的料给他吃，不错吧？啥烟？啥什么烟？我跟你讲，台湾现在是啊，对啊，大家都戴口罩啊，真的是有没有看新闻？
好，晚安，午安，西晴，西晴晚安。捡东西要小心手手。OK， 哦，果然是精英人士，果然捡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。OK， 只是等一下会先用这个盒子，应该有一个星星记号。星星，这里星星是 star， 有没有看过 star？ 然后这个是等下会用，然后用薯条这个，薯条这个模具的。OK。然后就是这个是等一下会加的，等一下会刚开始加的这个料理苹果酱，然后就是等一下会放的，就是放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香蕉的造型，还有就是放玉米粒啊，反正等一下就介绍给大家 ，OK 的。我握手会如果有趣再好好教你，教我什么？教你台湾啊，就是还有这个，这是要装水的，装水我忘记剪了。哦，碎呀！这是装水的水，这是装水的勺子，很可爱吧？很 Q 吧？徒手拆解，越看越解，不用担心，我现在是个大人，大人不需要担心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来装水水，对，很 Q 吧 ？Hello，Jeff， 晚安。Yeah， 好，第一步骤。第一步骤是什么？看见苹果酱，这个红色包装的苹果酱，这个红色，应该是那个红色。好，我们先介绍材料吧，先全部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先拆开封给大家先介绍一下，装水水，对，装水水哦，很可爱的水水。等下这个水水会 OK 啊，那随便都这样吧。好，我们第一个会先用这个苹果酱，就是等下做这个糖果要用的材料，这个苹果酱。OK， 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写的是。日文，不过我们知道做法就好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红色包装，很可爱吧？这是迷你的，晚安，午安，小白兔，妞妞直播有做过，真的，妞妞直播有做过，妞妞是不是那个？是不是 YouTube 那个妞妞？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绿色的，这是要干嘛的？我想看一下，啊，这是做玉米，这是做薯条的，这是做薯条的。晚安 ，T 恤哥阿翔，午安 ，T 恤哥阿翔。现在 T 恤哥阿翔说：“玫瑰掌声鼓励鼓励。”这是做薯条的，然后下一个是蓝色，蓝色是做玉米的，有没有看到玉米？玉米很可爱哦，我刚才为了画玉米。午安草莓酱，耶！大家看哦，好可爱，每个都有一个扇子这个包装。哎，这是薯条的，你看薯条浅显易懂吗？对不对？完全不需要解释，大家用看就好了。只是它后面每个特定有的包装就是薯条，就是扇子，要夏日记。然后这个什么啊？黄色啊 ，banana。是 banana， 晚安博弈米粉，冒险者，晚安高桥城，午安，又是泡面，错，它不是泡面，它是甜点，我今天是做不同的，叫做治愈果汁甜点，对吧？因为大家都吃太多山珍海味，都是咸的，总要来个甜的，所以我今天就来做甜的。香蕉，然后后面有个扇子。哇哇，西芹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是什么？巧克力酱，这是小孩子最爱吃的巧克力酱哦。会拉肚子吧？应该是不会呀、啊，应该是不会，因为我看那个 YouTube 做都没有拉肚子。如果拉肚子，我下次就不买了。这是巧克力酱。然后呢，这是糖果，
这是什么？就是等一下会切的，切玉米，就是玉米在滚来滚去那个糖果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今天是几号？我在干嘛？你在看小妹的直播？今天是几号？今天是几号？今天是27号，今天是初三哦。哇，生生糖，谢谢送金条。OK， 就是等一下会用，但是会裹在上面那个什么巧克力香蕉，就是这个。其实这个应该可以吃，这个就是那种啊，那什么吐司花生、吐司巧克力、吐司这样买这样。比较怕你的手，比较怕你把手弄伤。不会，我手气清气当当。嘿嘿，谢谢生生糖送的 Love You， 谢谢生生糖。好，就是牙签，就是等一下你的透的牙，其实不是，它是呢，它是干嘛？它是要插上面，插那个插香蕉，啾啾啾，这样懂吗？那个叫满天星啊，对，满天星，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，这是吃布丁要用的。没有错，它其实搅拌的那个满天星，满天星的，满天星啊，满天星的，对，满天星，没关系，这没用完，就是烤吐司就这样，很好，打麻将打到忘记去，哎呦，这样不行啊，是不是？你是赢起来是不是？好像有点巧克力米的样子，真的哦，不过这个蛮好吃的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干吃一下。现在在做什么？现在在做甜点，治愈果子甜点。嘟嘟嘟嘟嘟，耶 ，OK 吧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呼呼呼。好，第一步骤，第一步骤干嘛？先加水，先用星星的，因为我看那个他们都说，安啾说要先用星星的，所以我就先用星星的吧。星星的话都是染调味料的。就是加料的，就先加这个苹果糖。第一步就要先加这个苹果糖，马上就问你多少？对，因为通常都是这样。我按你心哦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我不行。你说你觉得不行？因为你本身就不行。好，那我们先加水。我的小瓢是这个装水水的，很可爱吧？装水水，用我们这个三字会的水，还有打中哦，酷啊！OK， 满格。他说要加什么？两瓢吗？对，他说要两瓢，就要怎样？两瓢水哦。过年打麻将没有在准时睡觉哦，真的，因为大家都打到三更半夜。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正题，我的正题是赢还是输？傻眼。撒什么盐？真的是哦，你也不会讲话呢。两瓢水哦，第一步就很成功了，不愧是熊女，聪明担当。好，这就是你先加完水了，水有没有看到？两瓢水，没关系，过年不需要睡觉，因为过年就是嗨起来，就像跟跨年一样。谢谢暗红色的掌声鼓励鼓励，不过你现在也可以不用睡，看熊女。就谢谢，还专门打通，是不是觉得这个像很专业？对，因为本来就是个专业人士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加这个粉哦，很恐怖哦，哦是粉哎，小赢二十几张券而已，真的哦，看你哦，你还蛮厉害的呢，哦不愧是高桥城，果然是团长无敌担当。哎呦，它是个粉，它是个红色的粉。我现场直播 live 给大家看。变红色哎，跟它上面做一模一样。全部倒完了，你看，马上变红色，很有实验精神哦。有一种浓浓的香味。哦，苹果哎，苹果西达味，苹果西达都让这个做的。这是苹果系的，要这样搅拌，其实这是搅拌。这样，哇 ，Michael 是，谢谢鸡尾巴送掌声鼓鼓励。我前两天轮十几张券呢，你是说握手券啊？滴出来了，一不小心跟大家聊天就滴出来了。看来熊妹必须要认真处理。
这样会浪费很多哎、欸。好啦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晚安 ，OK， 晚安，青龙之谜。我现在在做实验，果然是小美很有实验精神。哦，刚不小心滴那么多张啊，太伤心了吧。啊，我的盒子嘞，啊，这个是这两个圈圈，很粉的。这两个圈圈是要倒进这里面，就是要把这个倒进这两个圈圈里面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倒吧。现在都是用卷来当计算单位。真的用卷啊，用卷啊当计算单位，真是太酷了！看我的跟不上游戏，呜、哦，我把它倒进去哦，好的，呜、哦，进去，要把它倒完。我是个细心的小孩，所以要很细心。一滴都不剩。OK， 还有一点。啊，算了，没有平均。OK， 就是先这样。就是再把它装进这两个洞里面哦。熊妈果然有先进的。有先铺抹布，对，不愧是熊妈。然后还要等10mini，要等10分钟哦，这样才让它冷冻冷固。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一样，原来如此。晚安，金帅，泡面包3分钟的主播好。晚安，君佑，它摸起来湿湿的，还想再等它冷冻10分钟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要干嘛？啊，接下来做薯条。绿色包装，薯条要先啊漂一漂水，要用在这个盒子，也是用这个星星盒哦。你不先做其他，对，我现在在做其他的，就是用薯条的包装，然后也要先倒一瓢水，对，一瓢水。那先掉一瓢水，给他看一下。哦，连水都漏出来，太不专业了。OK， 先掉一瓢水，丢进去。水倒好喽。晚安，巧巧香肠。晚安，戴安娜的老公豆芽。晚安，剃须嘎翔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倒喽。哦，这是白色粉扑哦，它喷出来，太不专业了，把它倒干净，闻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闻 ，OK， 它就是浓浓的糖果味，没什么味道，而、啊、我的搅拌糖糖呢，在这里 ，OK， 搅拌了。水不会太少吗？因为他说只要一瓢水而已。哦，因为它会本身就会自己凝固。天啊，不要让它变成像那种咖啡色颜色。对啊，晚安七七粉红神推，晚安红豆吧。这样，它就要自己凝固了。这个我需要用在这里。他这是加一瓢水吗？治愈果子，对，聪明啊！你是大师，你刚才在闻的时候，那没有嘞。哇！我也好想要吃哦。我心里爱做这东西，太特别。对，治愈果子，有没有闻的？
晚安用户名不能是空白，他现在很难干呢，好意思的东西。他是不是水加太少？但是他说一瓢水而已，他是骗我的。太干了吧？他就加一点水好了，被骗了，可恶。你吃东西都要这样掉零件不好意思，因为脚太大力了，真的是啊。晚安 Jack 晚安 Jack 午安。然后嘞，卫生纸擦一下，这只是纯属意外而已，不好意思。刚才是 Jack 然后嘞，接下来干嘛？小美好认真，对，我是个认真的小孩。然后嘞，啊呀，你要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弄错盒子啊？是这个吗？没有，是弄这个啦。对了，我们弄错盒子了啦。我现在一错，对他做薯条造型啊，吼，你在干嘛？他还在压扁呢，然后我们还加那么湿，感觉你这些做完有没有睡饱啊？你有啊，有睡饱啊，我竟然做错了，压扁，他现在在压扁，压扁，糟糕，对。有，我看起来是不是很有精神？感觉你这些做的这些抹布也会，它其实是产点，不是抹。难怪要这么硬哦！材料不小心加太多水了，糟糕，太糟糕了，它太黏了。我们没有乖乖听话，自己擅自主张。哎，加水，我饿了，你饿了，我也饿了。太湿了吧！但它有这个薯条造型，啊，糟糕，失败者，对，因为它现在太软了，不过还好，反正只要有薯条造型就好。好嘞，我觉得可以，然后就把它一挤出来。因为它挤出来就烂掉了，就这样，有那种薯条造型的感觉 ，OK 啊 ，OK 啊，然后放在这个什么砧板上面这样切，哦，成功了才。我很饱，吃了五谷腿排跟脆薯，真的好吃脆薯哎呀，好羡慕啊！我生气了，啊，不开心哎，我生气了，生气了啦，没关系，因为薯条带的啦。我们来做爆米花吧！嗯，没关系，我们做爆米花，把它挤满就可以。I miss 麦当劳，对，等我。这是装置艺术，
哎，比较想跟熊妹吃汕头火锅，汕头火锅也想要吃哎、欸，等一下直接放弃做薯饼，没有，我们改做薯饼了。真是哎呦，好生气，好生气，加太多水，我们竟然做错了，太甜了。反正我们做白事好了，这个薯条就不要管它，我们就直接做下一步。下一步，我想要狮子精。OK， 对，我们来做下一步吧。下一步就是先倒玉米粒，小儿子，先倒玉米粒，玉米粒是这个，先倒玉米粒，这个，先倒玉米粒就是等一下会加的玉米粒，就不要倒太多。因为它是等一下要搅上去的，这样好了，大概这样，就不要全部加满，因为这样才能加平均分散，这样才能搅上去。对，然后再拿这个软糖，对。对，拿这个，然后呢，把它搓，把它切一半，先把它切一半，用砧板切一半，用砧板切一半。然后呢，这样搓，把它的面积弄这样。大概两公分到一公分吧，先把它压扁好了，压扁。没关系，我只是来看可爱的小妹。OK， 看可爱的小妹，晚安！谢谢嘉宏分享的直播间。下部先看一半卡迪娜薯条，呀呀！我家没有卡迪娜薯条，先把它拉长。那不是拉长。哎，搓圆圈圈，对，然后再，我可是专业粘土大师，长吗？啊，玉米，对对，长像玉米，然后怎样？可是我的玉米长得脸丑，再这样，像这样，滚轮式，就会变成那个，你知道那什么？仙人掌，对，仙人掌。啊！我想吃肯德基，真的，我也想吃肯德基耶！哦，你等一下，你这样玩谁敢吃啊？可以的啦，就是一边做一边啊，不小心把痘痘喷出来，真的是太可怜了我。等一下自己吃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吃这个果冻好了。这只是做来摆事的，没有要吃的。怎样？就是一个铁铁渣渣玉米耶！ Yeah! 我们做完一个成功饼的玉米耶！好，玉米做完了，下一步做是什么？我看一下用哪一个盒子，因为下一步也是要压到两票。啊，都是用中的了，大的那个大的盒子。啊，这里大的盒子，这里有够粗，没有，好不好？晚安，鼠年财运，福财，鼠年财到，福到，好运到，谢谢鸡尾巴说掌声鼓励，成功。Yeah.
晚安，好好 Jimmy， 好好 Jimmy， 晚安。他说要先到，要先到粉，这个后面先到香蕉粉，先到香蕉。先到香蕉粉，然后再倒几瓢水，我看，再倒两瓢水，两瓢水，平均分散到。两瓢水，平均分散到。两瓢，刚才是不是有人要跟我 PK 啊？我没有看到，我很认真的哎、欸，是不是刚才有出现什么东西？幸福水水，对，我的生日会水水，刚才出现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什么 PK 的东西？没关系，就继续做吧。这样搅拌，就这是香蕉粉，然后这样搅拌，它都只要倒两瓢水。晚安，欠上勇，久不错过你。我很努力啊，真希望这次会成功。看一下他下一步干嘛？他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压成那个香蕉。对，这个啊，这个还有另，我们刚才少做了一根玉米粒，还有一个玉米粒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来做玉米。哇，你行的，那你现在怎么一直跳进来，要跳出去，跳进来，要跳出去，也蛮哦。这是要做香蕉的模型。好吧，我们就这样吧。快来搅拌均匀，共粘粘起来。看起来离成功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呢，没有，很快就好了。哦，哎、欸，这好有香蕉味啊！这是香蕉粉，乖，有香蕉味，还有这种香蕉的模型。我跳进来，我又跳出去，我又进来，我又出去。对啊，你是不是太无聊？你要嘛就专一，不要让跳进来跳出去，跳进来又跳出去。我努力。OK， 那我们可以把它套进去这个模型里面喽。我就心跳不了，原来你心跳不了，你在哪里？OK， 我们要套进这个模型里面，我觉得可以。这样，看来这是很徒手啊，对吧？软软的，为什么它做起来可以这么硬啊？为什么做出来那么软啊？这不跟人有关系？我在哪里你不知道，你在菲律宾啊，那你在菲律宾的哪里，对吧？这好软哦，好奇怪哦。嗯，太奇怪了，终于知道跟人有关了。没有，我在想为什么不会成功？怎么是软的、啊？但怎么可能插牙签呢、啊？那太奇怪了吧？还是它也需要冷冻？那我们现在干嘛？哦，我们现在做巧克力粉好了。OK， 这个我们就这样整坨，白一点，要牙签。啊，有了。
这样。啊，有了有了，需要这样一直捏捏捏，压压压啊，有有有，有那种感觉，有那种 feel 的。晚安，小刘德华。晚安，吴雄野。吴雄野，晚安。吴雄野，晚安。我就不相信我不行。它久了就自己凝固了，刚刚还不够凝固。我觉得你还是放弃好了，干脆直接吃掉就好。不要，我要努力做完成功。你看，刚刚的薯条就已经用我的魔法就把它做成薯条了。你们看，薯条。茉莉，茉莉贝，贝杰克，要变薯条了，谢谢。嗯，猜疑，我是聪明。OK 的，嗯哼，所以我做事需要努力，不能放弃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，就像这个玉米粒一样。哇，吴以凯，嘿，我会不会自己转啊？自己到肚子。真不知道小孩子是不是应该跟我差不多。小妈也太强，画符秀为神，那是小妈是熊妹，现在是哈，竟然瞧不起熊妹，不行啊！好啦，就这样了啦，不管，我就这样就已经很完美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步骤啊，没有，要先把这个要搓圆，搓圆，可以把它捏一下好了。吴一凯午安，吴一凯午安，吴一凯午安。对不对？玉米要长跟玉米一样。我可是水滴大师呢！我以前做粘土的时候，我都是水滴大师。你们看到哦，完美 ，perfect。然后这样粘上去，把剩下的粘过来，变成那个金箍棒。啊！它粘到我的果冻了。OK， 它不能太粗，就这样，小小粒的。你出去说是一坨的呢，想骗？没有，没有的骗的。我刚才就这样努力的弄出来。看来还是玉米比较成功。玉米，有没有看到玉米？接下来叫仙人掌玉米，仙人掌玉米。好，我们再进行下一个步骤吧。擦一下，嗯，擦一下。耶耶耶耶耶！啊，好了，相信我一定可以。我是个聪明的小孩。好，我们来做巧克力粉。熊妈又看不下去了，没有完。整合帮走帮你呢？没有，胡说八道。好，我们来做巧克力粉吧，就是先一瓢水啊，没有要先倒粉。这个哈，我觉得应该是最成功，先倒一个粉。快剪刀，谢谢木木木木木木，谢谢默默熊熊送的枫叶，谢谢默默熊熊。谢谢默默送的金条，谢谢默默，默默默默默默，默默，谢谢默默。午安，你好，我们初次见面。谢谢送的枫叶，谢谢送的金条，谢谢石榴送的金条，谢谢默默。初次见面，我跟木木应该是初次见面。你
做完本来就是要吃掉，但是要先喂饱手机。为什么要先喂饱手机？手机为什么要先喂饱？晚安，田中豆粒王，田中豆粒王，午安。玩个传输牌被屁孩玩输，真的？为什么？没关系，因为虽然我没有在玩传输，我第一次玩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游戏给删了。因为我觉得它太复杂，然后下载又慢，所以我刚下载我就把它删掉了，嘿嘿，因为它跑太慢了，太慢了。没关系，传说不好玩，玩别的。他说他加一瓢水，聪明的小孩都是加一瓢水，就是我。是不是水加不够多啊？都不会玩的人一堆。真的哦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玩别的啊，看你有什么好玩的游戏。这根本就是骗我们的吧？我发现我一次都不会成功哎，太难了吧？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你有没有看过巧克力酱？没关系的啦。嘿，拍照呀，拍照拍照，人的问题。你说谁？哎、欸，可以的，这完全不是人的问题，就是智商问题。我比较聪明。好了了，巧克力酱完成了，这是我觉得最成功的一次。啊，聪明的小孩管不同。OK。哦，好浓郁的，呛到了。你看熊麦做就成功，我也可以呀、啊。小妹跳 only 的时候会跳得很累啊？不会啊，不会很累，很累，不会累，因为我已经跳过几百遍了，所以一点都不会觉得累，对吧？我看巧克力是不能一直闻，闻了你会觉得你想吐。啊，好了，然后来接下来干嘛？我们做的差不多了，可以休息一下。我的腰好痛啊！啊，又不行了，一个半小时。啊，差点跌。会甜死，对，会甜死，真是太甜，跟我一样甜，呵呵，是不是你的 NG？ 不是我，竟然说我 NG， 谁说？就你呀、啊，你才 NG 呀、啊！真的是太生气，这有什么是 NG？ 自己根本就不是 NG， 哼，会甜死，跟我一样甜，我好甜。然后接下来干嘛？啊，串香蕉啊，我们来串那个好了。穿这个应该凝固啊，它差不多凝固。牙签，牙签，牙签，牙签的啦！跟你一样甜，四八四方的加糖，没有，没有加糖，我这个是原味无糖，没有两倍糖，只有无糖。我牙签呢？惨了，牙签不见了，它长腿就跑了。他叛逆期到了，啊！叛逆期又回来，你总之要回来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回来的话，你就住在我嘴巴里面。大二期要悄悄地沉默，滑下一片金黄。金黄，我就是金黄。哈哈，我汤罐打翻了啦。没有啊，没有打翻啊。你打翻了吗？你猜，你猜啊？没有，我是真以为我不猜啊。嘿嘿。看来我错了，以为失败。嘿，这是什么？油符？油符？这样，它还不够灵。它是油符，油符，油符。礼品金黄，不是金黄，是一面金黄。晚安，毛。我发现了一件事情，悄悄地车门按下一片金黄。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直播，还可以分享哦。OK， 晚安，风肉面麻试推分享的直播间。
有在吃，没有在吃的，我只是做的，美味的，好香啊！你真的长得像章鱼、欸，优芙章鱼，优芙章鱼，熊妈先打119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打119？一打119。等一下，我有点怀疑一件事情，这个默默熊熊是不是那个？是不是幻影战士？因为他的勾勾一模一样，对吧？嗯，聪明的小。好啦，我们先不管，继续做优，对吧？熊妹不要抽中，生命还很长，很美好。我当然知道生命很美好啊，拜托，这么聪明。噔啊，我的狗狗。的不是啊，是这位新朋友，真的、哦、是这位新朋友，所以他关注熊妹很久，不然他怎么知道有熊妈这个人？啊，我的麦当劳抱抱可以的，所以现在已经4:11了 ，OK， 好啦，然后接下来干嘛？我现在已经失忆要干嘛？晚安加阳，晚安加阳，加阳啊，再来是放玉米粒放着。两根玉米粒，然后再用这个香蕉 banana， 还有3根牙签，可以用 banana。啊，我就在国，可是你没有在国外，你好像没有蓝狗狗哎，傻眼，你有傻眼，还是新来的朋友？那你有没有追踪我？有没有追踪我的直播？直播间，傻眼，不用傻眼，错哈。然后我们拉肚子，啊，这样，啊，嫩哥哥呢？我发现我做起来一点都不美味，看来我以后不能当厨师了，退追无，不能退追没有无，不能退追只能追踪没有退追无，这种鬼东西。本台不接受退追，只接受追踪。这么快就死一堆啊！先让兄弟试毒，我也这么想的。来，兄弟，你最爱的巧克力酱来了。我发现我以后不能当厨师，可是我最近会煮泡面。哎，哎，看来是障碍难的，还得到巧克力酱，真不愧是大师。你什么时候有你可以当厨师的想法？我告诉你，我的梦想呢？我的梦想很多，可是都没有一一实现呢。OK， 加一点，再加一点。这是告诉我们，人不能太贪心，加一次就够了。这个是串烧。好了，不玩了，小孩子不玩，我不玩，再玩下去，这个每个东西都烂掉了。再加点这个糖粉，还要加这个，要不要钱鬼啊？为什么安啾可以做那么好？看来我没有这个能力。这个香蕉要小心啊。只能做一片。我们来做串烧好了。好凄惨，凄惨料理。OK 的吧？耶！
我要完成品，所以要拍照上传的 IG。要比个好，我们假装吃一下。OK， 哈哈，好，我们来回留言吧。第一种中，不能走中吗？果然没熊猫帮整个走中，不会。你要先成功挑战云爵的厨艺再说。我挑战过云爵厨艺，我赢了 ，My winner。谢鸡尾帮送的告白气球，你看他支持我、赞同我，谢谢鸡尾帮928嘞，耶！谢谢鸡尾帮送的告白气球，送给你一个薯条，那个是 Magic 的薯条。谢谢大家，呵呵，我果然是聪明的小孩。因为人家有好好看说明书，我也有看，好吧？不管有没有熊猫，你的会计都会被当。不会，我靠我的实力。看了完全没成功。好了，我们就试试一下。惊心胆战呢，好可怕！我有旁边有备水，有备饼干，不会。好可怕哦！我们喝口饮料，饮料好喝。这我一定解决这几个头。以串烧来说，算成功。对，串烧我超爱吃串烧，我们还是美观了。没有，因为我有金星恐惧症。是啊，要聪明先叫救护车啊！好，对对对，反正我吃这个好了，这个应该没有毒。可是我怕，因为我平常都不吃糖果，因为我怕蛀。你的审美观真的非常的 magic。晚安子阳，子阳晚安，晚安熊们。脚还不吃糖，对啊，是熊妹，她吃坏你，真是太可怕了。请放个熊妈版的来抽嘞，谢谢，没有没有熊妈版的 boss， 谢谢熊妹送的掌声鼓励鼓励。这个我玩如命啊，先生，没觉得是，这没觉得是。谢谢，晚安，夫子加小咸蛋。你的审美观真的非常的好。你知道我现在喜欢全英文吗？因为你在菲律宾啊，所以要全英文。我告诉你，这一期台湾，台湾一起用中文 ，Chinese，you know，you know， 对。事故啊，没有事故，没有事故。我就知道你会按来着，我五弟换这么美的头贴。头弟，哇，我的头贴真是太美了吧！好，谢谢16数才931，1000减931多少？1987，69，对，69。哦，我发现我算数越来越厉害，精英头脑。Can I speak English? No. Can I speak Chinese? Yes. 困惑的小美很好看。困惑？谁会困惑？嘿嘿，我不会困惑。小妹帮我选个颜色，银色还粉红色。最近运气偏差，想染个法号运气。为什么？我们用银色、粉红色？你这个太神秘的颜色吧，你这出去会吓到人呢、欸。为什么啊？这两个是不是你的幸运颜色？不行，我要想一下。我就银色好了。银发族，银色，我觉得银色。
熊妹可以帮你决定我要神推谁吗？就熊妹啊，不用写了。哎，聪明的小孩，你看，这是我。Today is Friday. Yeah, today is Monday. 当初喜欢，好，那银色，就银色，我喜欢银色。下次的直播时间是1月29号的3点。银色，为什么银色？为什么染头发？是不是也当初洗了啊？所以当初喜欢银色和粉红色。可是我觉得粉红色头发好，我建议还是银色好了，银色比较好看。好，相信你，你记得换完造型给我看一下颜色。你最近是不是运气偏差？没关系，就我帮你解决。我现在是这什么？烦恼大师，对，烦恼大师。我们就不搞这些食物了，我们来帮你解决烦恼。谢谢大家。单纯，说错，单纯啊、哦，单纯喜欢这两个颜色，对不对 ？OK 的，紫阳大慎重一点、啊，不要就银色，我觉得粉红色才比较正重，我觉得银色不错。可是我觉得你头发为什么要染头发？染头发的伤发之地，我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啊，就去庙赶快洗一洗，你去泡温泉洗一洗就可以了。熊妹说的好，我决定神推玻璃熊，神推熊妹，不是玻璃熊。OK， 没关系，还是两个神推也可以，玻璃 and 熊妹，玻璃熊，对吧？聪明，我推17XCN 的，真的，我们有四个17X。晚安，我已改，今天想买衣服蛮瘦的，直接觉得该改变运气一下。为什么买衣服要改变运气呀？就衣服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衣服没了，下次再去买就好。OK。你的公庙是温泉旅馆，你先泡温泉啊，洗洗澡，不然你去给那个大师那个算命的人给他塞塞啊，抽塔罗牌好了，我可以去握你吗？可以啊，你一阵果果还有谁？还有那个祖祖，对，我还以为你要去庙里拿香灰，我去泡温泉，烧死！不行，我去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去买一个那个什么，日本不是有那个什么吗？斧头，一手，对，一手，想想一手，天气冷，对，天气冷，泡温泉，日本现在天气很冷，我觉得可以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食物放一边好了，这个哈、哦、拍照就好，美观就好。OK， 继续，不认识的，不认识，那你认识我就好。有去安太岁吗？我有去，我告诉你，我有安太岁的那个布，反正直接用泡泡染，还不知道染不染得上去。嗯，泡泡染，你说头发用泡泡染，用银色的泡泡蜜就变银发的泡泡。祖祖啊，对，祖祖、嗯，他不认识祖祖啊，祖祖就是二期生，就是高高的，长得蛮漂亮的，很漂亮。啊，不是要吃，没有，有啊，我吃了，因为我怕那个哦，因为我吃太多糖会吸震哦哦，那就119，以后大家看不到熊妹。所以哈、哦，为了保险最健康，我们只能吃那个果骨头。我需要一张湿纸巾，因为我发现我的手都是糖果味，然后会长蚂蚁，然后我全身都是蚂蚁，哦，好可怕、哦！什么保险？不需要保险，我不需要保险，我是怎么不需要保险的？怕自己会什么吗？怕自己有医生？我不需要什么医疗保险，不需要，谢谢。我保，我健康，我紧，我那个健保，不需要。必须要跟我推一下保险，谢谢。你吃糖会急诊，对，会急诊，又在胡乱。没有，我事实是这样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样从小就不吃糖，因为吃糖了，我已经很久没吃糖了。因为我觉得吃糖，我的牙齿会蛀牙，还要去看牙医，很花钱的。我得帮妈妈省钱，你可以不要把我哥哥的狗骨头收走。我爱吃狗骨头。你吃糖会急诊，对，因为我怕会心肾。晚安婷婷，那我大约知哪个了，很多成员都安婷婷。嗯，受益人们很舔个 QK 男子汉，不需要，我们要找保险，继续保，做一两期点正义威。那我去吧。
好吃。小妹过年有增胖吗？有啊，怎么可能没增胖？我觉得小妹比较漂亮，真心不骗。我看看，谢谢卷的，是哦，这本来就是公认的啦，公认谢谢。二级生比较喜欢方法和那个泥泥，我连新竹县都嫌远，还高雄，你竟然嫌我们高雄人，真的太对不起高雄人。公认，不要太常谈好笑。公认没有啊，我谦虚一点，是大家说的，只称为公认。拜拜。晚安，哭吧。二学小黑有大腿，哎，你大腿小妹对不对？我知道，我懂你啊。还把我那张带去菲律宾哎。小妹性格可爱，对，有他吗？有，你说。小妹可爱，对啊，我也很可爱。又要吃什么？就是紧急必备粮食，紧急。我之前他也宠八岁，什么？什么红包啊？哪里红包？红包？先出红包两，先出红包，抢红包咯！谁？什么红包？哦，现在鸡尾巴送红包啊！红包！哦，竟然是熊妹得最多，太伤心了吧？应该是给熊妹这里面投最多。谢谢鸡尾巴送红包。现在 Jack 送我金条，看对吧？就是要这样。多谢鸡尾巴，太谢谢鸡尾巴了。熊妹还比呀？熊妹哪里比呀？熊妹是个爱心小天使，一点都不比。加油，相信大家可以的，耶、yeah! ！继续有的。刚刚的表情好傻。好了，染发剂买完，真的，所以真的买银色的。哦哟，太帅了！现在按好爽金条，笑死我！带熊妹照片你也知道，对啊，你有破 IG 对不对？我看看，嗯，新年快乐，鸡尾巴！新年快乐，鸡尾巴！等你，我是。那我嘞？你们不跟我说哈？太伤心。他们在聊什么？真是，竟然不等正威。好了，我们来吃可丽饼吧。这是刚刚熊爸买回来，这是什么口味？没有口味，叫做原味口味。我要丢波了，你刚丢出来了。但是哈，妮妮就是叫你姐姐，我觉得很可爱，你又那么宠她，谢谢。跟你也记得催我，谢谢。但是哦。我才不要可可，有没有看过我在吃这么大？不行啊，985哎，1000减885，100减85多少？15吗？对，15，对15。嗨，陈恩，陈恩晚安。居然刚刚兴奋就是可乐饼，对啊。因为要准备你啊，不行啊我哎、欸，所以啊帅，这些人太能沟通了，每个人都要推我，因为我就是王，不是王，哎，二级请退兄妹，兄妹我是一级不是二级，谢谢大家。哎，紫阳送蓝色一元棒，5万两才几点？对，5万。我刚说5万吧，啊，不好意思，3期也推小妹，对，4期也推小妹，5期也推小妹，18期也推小妹，18期给 ，OK， 990给我，
这个直播时间是1月29号3点18题，你还真的不知道，我随便说的啦。十八题信用卡分期四人，笑死！你如果答十八题，我就生气。OK。待会三体真的进一只幼教熊，我就想不会出现一个真的叫熊的。十八题倒闭，我们有缘相见。阿六熊，对，阿六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阿六熊可以。刚刚那个默默不见了，默默，他是被我吓到了。而且他头贴那个文字啊，之前也有人传给我，默默不见了。天气表示晴天，我们下次见面就是你跟我买医疗险的时候，哈哈。喂，我不会给你买。熊不是吃树叶，是无尾熊。无尾熊还是树叶，你没有学常识哦。发现你是刚刚打传说的屁孩吧？我都没有玩传说哎，什么屁孩啊？太伤心了吧？那你是什么熊？我是熊妹。那我没有这么烂，哼！你讲毕业了没错，嗯，果然退，果断退所以不行啊！哎、欸，真不行，他真的不是好人。哎、欸，我跟他一样也是天蝎座哎，而且他那个上面那个文字也很传给我哎、欸，你是没打算出的屁啊？那个好，我等他进入就觉得有困难了。高雄独有品种，对，就是我。他是不见，他是跑去义宇那边，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在。嗯，我发现饼干蛮好吃的，这样就不是好了。对啊，就像鸡尾包，像 QK， 像我们现在的每个粉丝，除了。我理性又受封印了，让我原本想说你不是好人，现在你就是好人了，哈哈哈。对，嗯，哦，我很穿，谢谢理性又受封印。晚安阿米，晚安黑哥。昨天超长差时间，旁边屁孩边打传说边讲，通常都会因为太激动了。我玩游戏的时候，我也会抱歉，因为他我输。全校支持一直持平的熊，对，对啊。我要堆给别人礼物，按道理不行，你要给我，你在这我家有我台场，多少红包你刷？哼，人家这 TP 就追踪你，哎呀，太害羞了吧？可是他不见，太伤心了吧？晚安，旧爱斯。午安，喂，可以喂。嗯，没有半个红包。可是你第一天拿不是红包？有啦。哎，你太慢了，可惜没有抢哦，完全没有跟抢到。晚安，奇抓壁虎，莫名而来了。晚安，熊妹，下礼拜可以开晚上吗？不好意思，不行，因为是寒假，寒假要早开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开9点，你知道什么？因为从只要像上学的话，我也不会开9点，因为9点通常都是我要准备爱滚的时候了。No， 可是寒假哈，9点不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9点突然也是我怎么样爱困的时候。
太多人播，对啊，就是太多人，大家看不到熊妹，我喜欢那样人烟稀少的时间播，九点不在，不是在嗨的时候，不是。虽然我现在每天都十二点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妈妈跟我说她给我等到十二点，她说不管怎样你就是要十二点半，所以我就只能撑到十二点。你可以播七点，七点啊？不是，我还是喜欢六点半。35分了，哦，不是不剪视频，应该就是在35分了。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！好想暴食紫阳，太棒了。不是，等我吃完最后一个饼干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熊妹的直播。然后呢，祝大家大年初三新年快乐，过年假期剩没有多少了，直接赶快好好把握，谢谢大家。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这个治愈果子礼盒创作料理的成品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薯条了。好，那大家拜拜哦，新年快乐。酷的吃的熊，我今天蛮开心的。不行，1009都是你心有害我的，不行，我自己赢。不啊，放错了，等我一下。不耶，新年快乐！有我的锅，对啊，因为原本是1000。你先坐下，好，先不要紧张。哦，谢谢 QK 送金条，不行啊！好了，1011的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不要太想念我，我知道，大家特别想念。下次的直播时间是1月29号的3点，我要回我住的学校，最远的外面吹风。拜拜，谢谢笨星星送的蓝色眼棒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那你再想我。